个在小龙口，没错，而且还在左边上面那个红 buff 区也清到了。中路敏智这一波是想走的，急速兵士来到了塔下 ，Burry 出来帮忙打个状态哦。那接下来就是感觉要两边要找时间回补了，尤其是在下路线。下路线哦，花口这边都勾到，还要想打哦，没事，这个消耗消耗消耗，但是 Q2 这里绑在 Unify 脸上，点燃靠在花口身上之后是进化劫，卡云被点到跑掉。他的队友，他的队友。那右边的话，现在也是在等悟空六等嘛。对。然后配合敏智找一波。来咯 ，Tino 是 CD 斜的，勾到的是凯文，凯文往后滑就走。再滑。再滑。不然他们其实可能在打预制的团这波的话，他们下路会是会慢到的。是。对，这里就是后面的血量就让不小自己打，然后赶快去接这波线。然后把右边的视野再抢起来，钱给到 Gory 一个清清到，不过猴子闪现过来想要来开团，一个永乐粉丝这里定了一下，大家木木从侧边进场之后，他被定了大绝，定住的是凯文跟自家的 Gory， 那 Gory 已经没了，他怎么没有按？结果中路再看一次，就是他这边是往前想要去凶嘛，对，但其实在六娘那边他是没有视野的。那你看到这边清到，他想换一波，但悟空闪现出来，这盘应该就直接按，至少交大绝，闪现可以不要，至少要交大绝，你要把。位置拉远，那在位置拉远的情况下，你可能就算知道冰女的大绝，你都还可能会因为然后 Gory 在草丛里面一个急速兵士进来，刚好两个人刚好再搭配着自己的暴雪结界，这里定了一下，哎呦，回来是被锤走的阿姆姆是用 Q 技能回头了，然后 Kino 这里是闪现大绝定了三个人搭配的护甲后续的进场，第二段的转再把 Burry 这里给顶飞 ，Burry 叫闪现想走，不过最后被一下闪现敏智的普攻给带走，玩得好了，没有是玩得好啊，玩得好啊，玩得好啊，对，因为其实这里第一拍进。空了两个，其实队友跟不到。是 ，Burry 这里真的敲得非常非常好，但是哇，这个 Q 拉回来，虽然他还是有被断到了，但这个、这个假设这把 BG 这个很值得一个 B 那个 MVP 吧 ？MVP 啊，这个 Q 很价值连城哎、关键。那后面其实 Burry 这个闪现也有点交慢了，他如果第一拍交的话，应该是不用倒。对，这团怎么说了？因为两边全部人都包在这边，但敏智这里刚好抓到那个用脸看的凯文，然后凯文交了闪现，跟自己的圣刀战场直接走。哇，那没有状态的瑞空。虽然走掉了，不过他等于不吃兵吃双死、这里要开草丛里面蹲蹲到一个 Burry 旁边还有呼啸隔墙过来一直转了两个是转了对方的辅野，但此时旁边有个清晨先把 Kino 清到开了惊人，但敏智的进场是先把 Burry 给秒掉，工具人惨遭毒手，五杀五杀狐狸吗？看一下这里利凯先扛塔往前那个惊人拖了很多时间选择塔杀，不要就把心一横硬要杀 Gory， 听说你是队伍大腿是吧？看一下那个看了，这里是把大绝砸在哈拉比身上，旁边有进场的呼啸把哈拉比给击飞，想来保护一下哈拉比，哈拉比此时刚好变带狂，这猛进直接把猴子钉在墙壁上面秒杀掉，哇，伤害有点不太够，想吃水果吗？来看一下 Gory 的清晨，最新的是阿姆姆，阿姆姆可以走吗？好像走不掉，有走掉了，最后还是被闪现的 Unify 给盯上，那 Unify 走到最前面被击杀掉了，哎呦，被击飞又被击杀，那敏智往左边一个又一碎兵再收下了瑞空的人头。继续追这一波挖口是没有被限制，而且这个盾是挡到了爱心，哈拉比只是进场三项的效果打出三环，然后敏智还在作战，开启一个惊人，但利凯只是重新加入战局，往前砍了哈拉比，哈拉比这边走得掉吗？走不掉，直接被利凯给打死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后续收割的机会吗？没有。而徒步过来的瓦口西维尔也是走过来了，想要用电磁炮来消耗一下，不过这个龙真的很难打哦。啊，这边感觉要拼中吗？哇，很黑很黑 ，Burry 这边只有海克斯闪的，很难进去。那就看一下这个两千点的小龙，都想来拼桌，是利凯卡的位置，敏智里惊人结束都被抬飞，再利用自己的大绝永乐坟地，稍微再继续拖延时间，把血量给回起来，应该是要卖掉敏智了。另外一边进场的这个 Burry 是看到了挖口的位置，又是一个盾挡住了这个爱心，后面想要进场的 Kino 虽然自己的 Q 技能没有中。不过这个宅口已经是互相的局了，此时的凯文是被击飞完的 ，Unify 也被盯上，哇 ，Kino 再一次的进来，又是一个互相一棒敲死，哇，这里 AD 已经倒下，同时现在已经没人可以牵制住挖口，挖口被钉在墙壁上面，这里哈拉比的狂跳猛击效果非常的卓越，哈拉比拿了一个 double 之后继续的作战二打一，利凯这里砍了一个 Q 三，伤害不太够，哈拉比还在拉扯，一个抛眼护甲重新加入了战场，再一棒搭配着利凯的巨剑拿下了这波 Ace， 哇，今天第一，而且小龙现在是八千点的血量。敏智也一直想从侧边切入 ，Gory 已经就位了，又是一个电磁炮，但 Kino 是有开团本钱的，手指裁决这里要挥人，来看看挥到几个，结果是把猴子给敲走了，接下来应该是小龙准备要进入到 PG 的手中，啊，那中走了小龙之后 ，Kino 这惊人开起来，挖口吃的虚弱解不太掉那一个盾，还可以直接拉打开了一个狩猎大绝，此时 PYG 整个战场被切割开来，挖口失去了战斗能力，只在旁边丢 Q。那这个团应该是打不赢的，叫神剑侠来拼杀，最后是被 Gory 给拼掉。呼啸在绕，他没有视野，他现在没有视野，所以他现在只能用猜的。呼啸在绕，巴龙剩下三千点的血量，他在那个位置下不来。呼啸来了，呼啸来了，但是巴龙真的太吃太快了。
会有绕背的机会吗？这个有想法吗？力凯绕背了，应该是要配立山卓绕背吧？没有，还是要打正面的。这里被拼出来，被拼出来喽！是力凯想来侧切，但守城员也是回把，又把猴子敲走了。哇，那是非常尴尬，因为力凯今天开完之后，自己要面对到的是四个人的暴打，这样子就往后拉扯一下，但是被盯上了，可能走不太掉。这里凯为了闪现的圣塔登场，是把力凯给顶飞，但力凯是上不了墙的，被清下来之后人头落地。哦，又是一个 Q 技能刮了一下。Berry 这里被盯上了，但是开了个立场。Kino 这里进场是失败的，不过 Berry 被赶走了之后，现在 BYG 应该是要来抢这个小龙池子。不过敏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哦， Gory 是在这个里面，但是正面强开呼啸，这次地上 Unify 被走得掉吗？走不太掉。快聊这一波是被挖口给下当掉了。另外一边猴子的二次进场也是直接把凯文给带倒，现在是下路的两个人都已经死去。接下来敏智虽然是卖了自己的命，不过这个小龙应该 BYG 是可以笑着拿下了。波比还在，他有梦想吗？闪现重击都有，但对方不给机会啊。是波比有梦想，但是这个梦想会不会直接被 BYG 给捏碎？而且哈娜比这里有闪有大绝，就刚好变小，那看来这个小龙虾被 BYG 给拿走了，没办法起来吗？中左紫草盲视野，这打不起来，勾到了，勾到了 Gory， 但进场的阿姆姆被定到，罚站走太惊人，只是 Berry 被融化掉，挖口太痛了 ，Kino 再勾了做短位移，然后开启自己的大绝，虽然没有什么效果，但仍然足够拖了足够多的时间，哈娜比叫闪电下墙，现在是敏智得退场。另外一边是盯上的哈拉比，哈拉比狂那么已经灰了，不过是被呼夏跟力凯两个人给盯上。现在挖口来到塔下，超级风，两边的 C 位同时开了自己的惊人，但是起来都是他登场，想用盾挡掉，但也挡不掉。挖口在塔下惨遭击杀。哎呦，这边又是一个八龙局嘛，五千的血量 ，BYG 这边吃得很快。猴子应该来不及了，是猴子来不到。然后这里还有凯文闪现上墙，哦，这边想来稍微挡一下对方的进场，不过八龙到喽，没看到了，敏智走得掉吗？走不太掉，只能开启自己的大绝，但左上角也打起来了，是阿木木进场，但敏智是连续两。是很惊人，但上半圈没有人理呀、啊，没有人理那个杰利是什么意思啊？哈娜比保护一下，但杰利居然站起来之后就要被击杀掉了吗？没有，他往左边滑，最后是闪现的 Kino 这里用自己的手把 Unify 头给扯下来了。这里还在点，另外一边 Berry 被点着跑，力凯是滑过墙之后砍了第一刀 ，Q1 没中 ，Q2 也没有办法继续追击。哎呦，又是一清，但现在的二杀四其实就是一个坦克的概念了，只要保住挖口就没事。挖口持续拉打开了一个盾被。好像是被对方的蓝重给破掉了，应该不像是要开。是，哎、欸，结果一个惊人，刚好躲过清道是敏智，那敏智只能走，拉开现在 BYG 得往后拉了。但是这个位置就看一下 PHG 在卡这个河道口 ，BYG 这波是想要来接团的，正面是一个凯文的开团，挖口进化先解，但是这个位置已经没有人可以限制挖口了，挖口普攻先点掉了一个 Unify， 哇 ，Unify 是怎么死的？连看都没看到，哈娜比想要来进场，但来不及变大。就被剑魔给砍倒了。另外一边呼啸转起自己的电风扇，然后再次的往前突进，直接把 Berry 的人灰给突下来。那应该是一波了，应该是。是，接下来还往可以往前砍，力凯在等 CD 吗？这里 Q1 往前砍，练住的是 Gory 被定住，开启惊人也走不掉了。Kino 这里小手一伸，定住了 Gory。这一波的力凯的手中巨剑已经饥渴难耐，而且在红方的 BYG 在进了第二把比赛。两边苦战到了41分多钟之后，已经准备要来结束游戏了。最后一波，虽然波比有敲走对方的人，但主要还是 Unify 掉了那个 GA 之后，他这波是被 CC 到，他的闪现交不出来，然后被挖口站着硬 A 直接 A 死。最困难的红色方第二把 BYG 击败了 PHG 之后，进入听牌局。